小金，来接下来到 Spice Canal 毕业这个 Sushi Burrito。哎，现在我们有这个很特别的 offer，就是每一个月第一个星期哦，他们的 Sushi 啊，或者是 Cup Sushi 啊，都会买三送一，或者是买八送三。而且哦，他们每三个月哦，他们都会换他们的 Season 的 menu。但是我们 Season 的 menu 嘞，哦，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他们现在最新的 Season 的 menu， 就是看那杯。可是他们给的杯很大个，那姐姐的 Sushi 还没有来，先给你们看这个看那杯。底部呢是用芝士这个雪饼，然后还有这个苏西的饭团，上面还有各种不同的配料，而且它选择还有很多种，看起来是五颜六色，很漂亮，只是吃起来不知道好不好吃，快看。